选一个吧。刚刚给的赠品，就送给你，也谢谢你今天的录制。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？这个好像也没地方挂。怎么没地方挂？这就可以。独自来到这星球，有话想对你说。好了。周围我所有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麻烦大家让一下，我是医生。先生，先生，谢谢大家让一下。救护车，救护车，我在叫。快通了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光明经纬路36号便利店吗？对对对，这里有人晕倒了。谢谢。找一下他包，看有没有身份证。好。他叫什么？刘志国。喊他名字。刘志国。不要停。刘志国，先生，刘志国，你醒一醒，醒一醒啊！刘志国，醒一醒，刘先生，刘志国。好像也呼吸了。也恢复了。医生，确认颈动脉搏动消失，是心肺复苏8分钟后恢复威尔心跳。你是医生？是。心跳复苏8分钟，没人替替您，那您的手？没事。好，那您回去注意休息，我们需要留下您的电话号码。好的。江凯，看你手上有条口子，给你买了创可贴。回家贴，这会儿手没劲儿。我帮你。怎么办？我们错过了预约时间，人家肯定不给我们留位置了。那就下次再吃。那家店特好吃来着。没请我吃到饭，你好像很遗憾。一般般吧。刚才吓到了吗？没有。那走吧，太晚了。是我来吧。